什么鬼？作为炸弹手，使用充能铁手打出速度480以上的攻击，在疾风难度的。哦，这成就太难了吧 ！Hello Hello， 这成就太难了啦。单人，哇，稳定虚空之境的隔间，这是什么啊？对啊，这一款，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解锁哎、欸。小鱼，你到底有没有买这一款啊？有的话陪我玩啊。这款有特价400多块啊，可是价格还是有点贵啊。它也太多可以解锁的了吧？它做坏了、喔。等一下、喔，让我看一下，这只就拳王啊，还蛮好玩的。猫猫送你了，什么我87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吐哦、喔。你就来吐哦、喔，编辑。开台，储存。私人游戏，正在。没事啊，昨天都快开台，快到睡着了。昨天真的太累了。然后为了拿头像，一直拿不到，我好难过啊！我本来今天上了一个，本来要上一个全字幕的，结果发现不行，我如果上全字幕的话，6小时跑不掉。这六小时我可以开台，想说，好，放弃全字幕了，那我就直接弄一弄，直接开我的台这样子。无缺有这一款吗？其实我也推荐你们玩这一款呢、啊，这款也很时光屋啦，啊，只是真的价格不漂亮、啊。看一下有谁有、哦，舌头，我没看到小鱼有啊。你不把我放在眼？不是，我真的没看到你有哎、欸，2468101416。说我跟舌头跟你跟猫猫一起玩的、啊。可是我没看到你哎、欸。就说连你没有我没，我是没我的 Steam 里面没有你啊。好吧，你是换头像哦，啊怎么会没有你？他们知道你会没有我。然后我昨天忘记 load 的那个签到。什么？我的是英文。那可以改啊。我看不懂英文。你怎么可能看不懂？我就看不懂呗。邀请。稍等一下哈。好，要等你哈。哇哇哇！
先贴个四重，不然好短哦，它好慢。太难了吧，有些成就好难哦。季风难度下，磨去自己的存在，做一个雇佣兵，完成一个。可是我的还是中文，不是我的还是英文。嗯？为什么？我先调个 setting 哈。setting 是什么？你去那个啊，那个游戏我右键内容。语言啊！哦，要去那边调，好，那你不要重开。啊、我已经补四次了，昨天是第四次了，所以我这几天都要拼命的，不能，不然就要花钱去补签到了。没办法，昨天回来第一件事情竟然忘记先签到，而是先开台。玩笑是当初不是买有二人包什么的，就买一个送一个啊，当时啊。对啊，所以那时候妈妈是送给我，还是然后你送给我忘记，你可以邀请我吗？谢谢。等一下要吃药。哎、欸，你有进来吗？有啊，我没看到你。开着一个角色。哦，没关系啊。那我锁定。我没看到你耶。我看到你耶。哦。调了细雨吗？我们就走喽。我不能准备啊。我没看到你耶。我重来，我重来，重来，重来。重来，重来。有吗？有。好，我还是没看到你耶。你是不是眼里没有我？我现在进了。啊？啊？怎么我们自己偷懒？我没看到你耶。我操！看，我会重开游戏吧。我们重开。我重开一个。早点开台啊，业绩不够哎、欸，很恐怖哎、欸，做梦都梦到我被 fire 掉哎、欸，好可怕哦，天哪！我还是没看到你哎、欸，我的，你邀我好了啦，有看到吗？右上角有啦、啊，可是对啊，会出现在后面啊，就是出现在旁边吗？我连准备都按不下去、欸，有没有听到感受到我的声音？有，你冷静点。那我开。好啊。要怎么开？按创建新世界吗？啊，开始私人游戏啊。开始。私人多人游戏吧。对，然后右上角那个框框的加就选我，选你。嗯，你。不好意思，你还有谁？我看到你啊，可是我看到你、欸。哦，我看到你了。啊，对啊，可是刚刚我没看到你啊。啊，干，你明就有新角色，第一能骗我。你明就有这次角色。那我要选什么？暴雨系。嗯，什么东西？难度？细雨就是简单，暴雨就是中等，季风就是困难。那你想要什么？那看你啊，反正那我要中等。这游戏这个难度只会影响就是游戏的速度，因为你节奏越快的话，越后面越难啊，懂意思吗？
你在这个世界越久，后面越难，所以这是加快速度而已。那就选这个吧。好啊。准备。我选一下哈，把玩这个。准备。锁定。进不去啊，进得去了。L4D2 哦，今天要玩吗？按一离开逃生舱。按一。我好久没玩这游戏。干，我也是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虚浮的是什么？哦，往前移动。按一打开。啊，怎么打不开？我怎么攻击？左键啊，它弓箭手会自动瞄准，你只要对准框框对准到了，就会自动瞄了。我怎么奔跑？等一下，我先，我按一下键 ，Ctrl。那我怎么解东西？啊？你一次问那么多问题干嘛？捡东西，你靠过去按一啊，你走过去就会自己捡了、啊。他这里有48块，我不能捡。那个是你要有48块才能开。哦。跟你讲个秘密，这里好多怪。你这个秘密很棒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Ctrl 按一下就自己跑了啊。啊 ，Ctrl 一下就可以。啊、哈哈、嗯，我按住。啊哈哈，你的小拇指不会痛、哦？会。我祈祷了。我发起了挑战。干，等一下，你问都不会去按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刚刚开的那个是，等一下我们开启那个传送门的时候 ，boss 会变两，变双倍。所以如果有两只 boss 的话，变四只 boss。没关系啦。但是奖励也会双倍啦。那证明我们很棒，很棒。来来来来来，你看到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就是。开三那开 boss 的，我看到这里有宝箱。你开啊！我已经开了，我不会等你。你最好是不要给我等哦、喔。我不会等你，不然被我拿走。我就是一个自私鬼。然后你如果这一场游戏拿到15个撬棍的话，可以解锁他的另外一个技能，就是他可以有替换技能。欸、这弓箭手蛮好用的，就是有瞄准、啊。对啊，所以夜猫好爽，夜猫就超爱玩这只啊。哦、嗯，坏的。我记得这游戏不会摔死。对啊。那我可以跳下去吗？可以啊。等一下，后面有怪打我。不要打我耶！我记得。人很好哎。他的右键就是希维尔的那个啦，手里剑啊！刚讲希维尔，你也不知道是什么？我知道啊 ，LOL 的那个啊，战士啊，嗯，战旗有特的角色，我就会知道了。那、嗯啊、他的技能你知道是什么吧？我是不是很棒？那他的技能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我没有玩他，因为反正是会连锁啦，他自动追怪打、啊。你丢出一个回力镖，他在怪之中弹来弹去。这里有一个地方哎、欸，你进去啊，进去逛啊。因为每次不一定那个地方会开门。哎，我好久没。这里好恐怖哦！这里好多宝箱哎，你要不要过来啊？我也在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有钱就开啊，不一定要分我啊。站着不动2秒可以对周围的友方进行治疗哎。蘑菇哦，那个就是你不能动，你真的完全不能动，你动的话那个蘑菇就没了。什么燃料电池？加你的右键吧，还是你是不是干掉的？谁？你刚刚我看到你残血，减少装备冷却时间。没事没事，我等一下就回来了，或是等一下你不要动，我站在你旁边，我就会回血了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开到一个会补血的机器人了。你好高哦！
看会拿到。好吧，那你可以自己站着吗？还是我们要帮？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站在一起帮对方补血啊，一起补。哦，好温暖哦，感觉一起取暖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在治疗无人机？为什么你有钱买无人机？我为什么你又弄到一个麻菇了？干！我刚刚就说我有蘑菇了，而且我说我开到一个会治疗的机器人了，我刚没讲吗？没有，我说为什么你又开到一个蘑菇？我没有开哦，就开到啊，我就开到啊，我能怎么办？嗯，蒂娜都教我凉拌炒鸡蛋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教你。嗯，这是不用他教啦，这从小就会的东西啦，干嘛教？哎、欸，你那、哦、我记得那个是骰子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是就是都有骰到没了，他就爆了。很棒哦你。哦，你怎么都还记得啊？我怎么记得你不爱玩这个游戏啊？你不陪我玩这游戏好不？哪有？我多爱玩这游戏啊！好了，我开完了。干不对啊，这游戏会摔死啊！我好了，我等你。应该是没东西开了。这里有几只怪。你就偶尔射一射，按一下右键啊。怪多的话就按个右键啊。右键是什么？啊，刚刚不是跟你讲希维尔的技能？啊，手里剑。我刚刚还说我懂。好，你可以开了。你开了吗？我在旁边啦、啊。我开了。你开了吧。哇，好黑！哇，好黑！要修建是这一只。哦，恶心。你按 R 的话是跳起来在空中，然后往地上射箭雨。然后 Shift 的话是你往前闪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哇，你怎么都知道？哇，你怎么快死了？刚刚被不小心谁打？哇，干你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要死啦！我不吸 QQ。你赶快看要不要走出圈外，然后站着不要动。哎呦喂啊 ！My God， 你怕我？我的！哎呀！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看那个罩子哦，那个罩子是它的卵。不是，他有一只很大型的东西一直在打我，他有一个雷射在射我，我被……啊，那个是巨人，巨人在射你，巨人不要再射了，巨人我有男朋友了，你不要这样哦，干，你不要这样子哦，难道巨人是？干，人类都有男朋友，干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。不要死！繁星射下去！看，我来找温暖了！看，我不动了，不要动，我不要动，我不要动，我不要动。有没有这一层圈圈会慢慢补血？不行了，这里要崩塌了！干，那鬼火怎么那么多啊？你爱乱开那个，问都不问就开，你看还好第一关而已，后面不能乱开了，会死。好了好了，后面我不开，我乖乖的。啊！交火！你看我怎么叫的那么好听啊？哇，是呢。真的呢，哇，开始了！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打完了，可以捡东西了。啊，这里的其他东西要试一试吗？可以试一试啊。那个是经验。那些都是经验，你可以捡一捡，来区这边。我被冻住，不是机长。还有一个啊，
你还可以再剪一个啊，因为这是两个的，我剪到了另外的东西，是会有小帮手。好了，走吧。那怎么走？先开你的台窗。嗯？我忘记我没有挂台风器。我挂你的台呀、啊。嗯？嗯？嗯？我把。挂挂。他说跟小爷玩任何游戏的时候最大的欢乐就是亲我笑，傻眼，不是笑，是尖叫。谁啊？可以讲。谁讲的？呱呱。你觉得他这样不好？我觉得他这样不好。他是不是跟你们玩一起玩到变坏了啊？他以前都不会这样欸。不是啊，你没发现吗？我们大家一开始都很好的，就是认识你之后。干我屁事哦。我平时就是这样子啊，那就是跟你熟了之后就会这样子。屁咧，就跟你们熟了好吗？哇塞！哇塞！我讲错吗？我约呱呱吃饭呢。然后咧？很开心。哎呦喂啊！很开心认识到呱呱，觉得呱呱很棒。呱呱说的很乖。那种定点炮台，你就斟酌看要不要用，因为它就是不会动。你可以买那种会飞会动的炮台。有听懂吗 ？Hello， 喂，小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有，我回来了。有。我等一下想帮我妈处理。啊？我她不够高，去勾她想要拿的东西。哦。我等一下要帮她去。你可以现在去、啊、拿一下东西。我可以现在去吗？应该是会死啊，不过应该没问题。好，那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这地方没有所谓的安全，你要快速快回。不是掉手册啊，这么好掉的哦！你可以去啦，我保护你啊。女生不是最爱听这句话了吗？哦，她真的去了，我的天！啊，小鱼，你要死啦！傻眼！你给我很多温暖嘞、欸，干、欸、嘛？你差点死哎、欸！真的假的？盖我站在这里也会死吗？废话，怪不是来找你哦。他不能找我。你有男朋友又怎样？好吧，那我缺一个女朋友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个东西，我先去看一下。你是说什么三间匕首的打印机吧？这边有两台。增加流血效果，是有块，对，对啊，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、啊。你好棒哦！你不用打印它，它是增加流血效果的。我喜欢它，让它流血。那我可以供奉它吗？可以。拜托你给我，我什么都没拿到。哦，哇！
为什么？那个是把钱变成子弹哦，你想清楚哦，你要想清楚哦，不要乱按 Q 哦，按 Q 了什么都没了哦。那个是把钱扔进水沟的技能。不要，我可以把这技能丢掉吗？你就不要按到 Q 啊，等下一个啊。天亮吗？呵。哎呦喂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后面那么多东西打我？觉得你们这样子心态不好。鬼火，很棒，鬼火哎、欸，我很喜欢、那個。可是我需要鬼锁。哼，那个给我的饭。靠呀，好，不解释，不解释，你慢慢玩，你慢慢。对不起，再说。不讲了。嗯。不讲了，不讲了。拜托。不要。Please。为什么现在难度是困难？没有，就是说这是随着时间推移啊。哦。没有宝箱吗？嗯，嘻嘻，应该是开的。这又是一个供奉，可以供奉。我什么都没拿到，再供奉，我也什么都没拿到。哦，我拿到一个眼镜。你拿到的是什么？会飞的技能。哦，应该没有了。啊，我好像有点记得了，就是我好像有点记得了。记得什么？怎么玩这款游戏了吗？记得这游戏的存在。帮你补血啦，看不下去了啦。有看到那个阴灵在你旁边？有欸，那个阴灵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去。哦，你要换那个、哦，你那个换掉也好啦，不然你把钱喷掉，我也会难过。对啊，我只是想把它换掉，我不是想要那个技能。可以。因为我很怕我有时候乱按，然后我就惨叫出来，然后你就说，刚刚不是叫你不要按 Q， 你为什么按 Q？ 不会啊，我说他爽啊，活该啊。那个神殿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
开喽。好，亚赖，你要一直跑哦，这个真的是很痛哦。我最讨厌就是打这个了，铁巨人。那是好朋友，他不会打我的。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太适合你哦。对，太适合我。我躲在石头后面会活得比较开心。我在一直帮你补血哦。我会放大招哎、欸，我好厉害哦。你觉得我厉害吗？好，你看我这次没有上次那么惨。立即杀死低生命值的精英怪物。哎呦。哎呦，这就是掠食者嘛，是不是？看懂了这个。是啦，可是他是有几率杀死啊。那是立即杀死是吗？是吗？他就是这样写。哦。可是他。他一定有那个啊，越来越多的效果啊，你懂意思吗？因为这个道具一定是可以拿到很多啊。干，我好像残压塔、喔。可以啊。你知道谁血量低我就 Q 谁啊 ，Q 过去他就会开始补血。那是安娜吧？看，就说那个英灵挂在你身上，你会狂补血哈，听不、嗯？你还想不想补血？想。像这样子啊，有没有？跑到你旁边了。很棒啊你！快来那个球球了。哦，我不喜欢这关。为什么？这关很大，你一定会分析你在哪里，然后一定讲很多次。那，哎，我捡到一个钥匙。嗯，它是那个是可以打印钥匙的，要打印吗？不用啊，那钥匙就是你开地上的盒子。如果钥匙越多把，就是开到好的东西就越多。哦、我之前就是打了二十几把钥匙，就是开东西开出来都是那个绿色品质的。我问你看到绿色的花椰菜，你很幽默呢，花椰分。嘿嘿嘿嘿，我要不要把治疗球挂在你身上啊？你应该不会死吧？不用、啊，不会，死掉你是不会拿到战利品的哦。哎呦，又是这个匕首，我已经有了。我也拿到，没关系啊。你拿越多，它就是流的血越多啊。哦，这它有加成的、哦。有啊，所以我刚才说它都有那种加成的效果啊。那很好，那就好吧，那不没差吧？你很勉强呢。因为我想要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啊，我这人很花心。我、哦、看。没关系啊，你还活着。不是啊，这只是拿机关枪会一直射、一直射、一直射的啦。那你就跟他说对不起啊！完了，你根本就没扣血，在叫什么？不是，他很大只，他一直在丢东西出来。对啊，就是他。他有 biu 哎。对啊，我就说他、啊，他像是一只狗狗。我干！不发现救我！在哪里、啊？不用了，我活住。
姐怎么回那么慢？你可以靠我近一点吗？在你下面。好了 ，Q 了 ，Q 了 ，Q 了。谢谢。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？我觉得我最近才听这首歌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因为有点点啊。好。怎么唱？我突然想忘记了。默默的。